地主精进文化。咱一个莲友，他参加品书会以后，他听到了浩辰在分享，还有呢画画，他说哦，原来佛法是这么生活化，他反而听懂的哈、哦。中秋节连假去海边放风筝，风筝在空中自由自在的飞翔，但是乱流一来，它就跟着动，有时候会拉不住。我还看到了海浪，一波又一波的，有时浪很大，这让我想到了，就像我们的心，但是我们的心不能像风筝跟海浪一样，要平静的。所以我们如果心很平静，我们就会有大智慧，也可以了解所有的法。我们常常会因为很多事情而影响了我们的心，造成了很多烦恼。这些烦恼无明就像是灰尘一样，有时候看不见，但是累积久了很难去除。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有发水的滋润。在此际有无量法门，就要多用心。虽然佛陀是无形的，但是他有用一个佛陀药局，然后师公还编出了一本静思法随妙莲华，让弟子可以每天精进，还有大爱电视播出的每天人间菩提，就可以每天看到师公的开示，看到师公身体不好，但是天天为弟子忧心，为了弟子的慧命坚持说法，心里很不舍。我想要赶快长大为师公传法。孩子他的智慧呢，实在是超过了现在他的年龄哈、哦。那给台湾资深菩萨了，真正的要彼此互相的关怀与勉励哈、哦。也许对师父归纳赞你了哈、哦。那师父一直感慨，人不要认老。有的时候啦，想不得不认老，但是呢，想到老的生态啦，很可怕，就会自己呢还要呼吁自己不能认老。我不老的心态啦，就会跟得上社会。假如自认为是老啦，不用心说。爱休息一下，脑一休息啦，他就睡不醒哦，就是一直要休困去哦。所以我们时常每一天呐、啊，要把它唤醒，唤醒，都回忆，回忆过去，慈济人呐、啊，慈济事啊，如何走过来呀、啊？所以一直跟大家人讲。讲吼，咱呐莫忘那一脸，莫忘那一人，莫忘那一件事。时间的不断的过去，慈济人、慈济事呢也不断的增长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历史真的很有价值。这一回师父来一滴一滴跟大家说，自我生命盘点一下，天天要盘点。我天天都对自己算小，过去师父是跟大家人说，走前脚放后脚啦，不要执着啦。现在呢反而会跟大家说，咱爱回过头来，来看看咱过去，咱做什么，做对无？这就是向自己的生命盘点，对吗？对的是，我们还要更精进。就如刚刚那小孩，我还要说，爱精进哦，爱保持安尼干净的心哦。那对。老菩萨们啊，我就要说，我们也要精进哦，不要认老哦，我们的心脑呢要永远保持的那一份真诚。盘点过来，我们的生命
为人间呢、啊，真的也做了不少事。我自己的盘点，生命中实际在人间没有做到一件我为遗憾的事，所以我一直说此生无憾，无遗憾呐、啊，因为呢，一心一次啦、啊，心念念间呐、啊，都是要把人带进了、啊、菩萨道，让人人呢、啊、步步踏实，不要偏差，分寸呢、啊、要不错，没有错误。所以我敢说，慈济人呐、啊，真很有价值。人人呐、啊，为人间呢、啊、付出很多。经典里面呐、啊，《法华经》里，佛陀就说，他是为一大事，为一大事而出现人间，就是目的呢。要教菩萨法，要教人人呐、啊、觉悟成菩萨。人生啊，苦难偏多，很多的天灾，很多的这灾祸，的确呢都是人造成的，天灾也是人所造成的。但一切在都在污染，这种温室效应提升，有几种原因呐、啊？当然呐、啊，人口增长很快速，现在快要80亿了。那人多了，像我们现在，人人口中一罩。那为什么要口罩呢？呼吸有污染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人人呐、啊，要提高警觉，保护自己，其实是保护别人。这一波的疫情，我时常最近都说，天有天气，地有地气，人有人气。我们的呼吸，这种呼吸啦，污染也是很大。那这一张口引来了更大的污染，因为呢，这一张口昏死的人，一天呢有2亿多的动物命啊，进入了人口去了。可知道养这动物要用几个月啊，才能养一条命哦？这一条命呢，那几分钟摆在桌子上面，人人呐、啊，顶多一块肉、两块肉，那就消失了。从羊开始一直到吞食了，这个中间它要跟人争粮争水，所以说来消费了多少饲料，用了多少的水源，才能有养活一只不管鸡呀、啊、鸭呀、啊、猪啊等等，这呢要浪费多少民生的需要？为了那一块肉，其实是伤杀生命。在佛法来说呢，杀业，哎，每一条命啊。都有他的魂、灵魂呐、啊，那一种，那个冥中的那幽灵，
都是在等待时机，这就是共业。对了，你既然那个气，一旦呢气候完整了，这些幽灵反扑了，那就是灾难已成了。所以说来，为了人的口欲，口的欲感受了，其实实在是污染很多的大地，已感染了许多的空气，都很污浊。所以最近我一直都在说，这一波的疫情没有灵方妙药，真正的灵方妙药就是如数